我国历史上吉祥年号是很难能看到的，据说这是以前东皇帝死后托孤权臣所定的帝号，因为西太后跟东太后不服权臣揽权而发生争斗，这个吉祥年号便是延续了七天。政权由东太后和西太后掌握，由统治，所以改年号为统治。这块稀有的年号匾是当时奔板头柱庄众子弟在长兴宫庙落成的时候所捐献的。